我们等一下前三名一起拍照。那接下来我们来恭喜的是冠军队伍苗栗农工，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好吗？呼，很优秀耶，真的非常的优秀，冠军队伍。然后除了奖牌之外，我们还有一个奖杯哦。好，我们苗栗农工的同学好害羞哦，昨天问他们冠军什么分享，就一只傻。